大叔用头和手绘画走红网络，别人画画都是用画笔，他不仅能用手指绘画，还能用头画画。他独特的绘画技艺让人惊叹不已。他叫李东峰，今年42岁，河南周口鹿邑人。他从小就喜欢画画，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，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特点。每次绘画前，他都是先用墨水洗头洗脸，然后再用嘴在墨上蘸蘸，开始绘画，画完再用手指修整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学会了用烧火棍绘画，用扫把绘画，就连大葱放在他的手中也能画上一番。也正是凭借着活色生香的画工，让他在网络平台圈粉近200万，他也因此走红了网络。